咱做伙翻开圣经，圣经伫一个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十章到第十五章，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一节。无滴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，就伫讲话、伫行做、伫恋爱、伫性、做、伫亲戚、做新的人的模样，就伫读册、看面、驾驶、到伫我来。伊心内的文书，对神的话甲丢落的换手来互你的，你有通忽略，你着第二专心伫遮的事，互你的进步显明进来。不然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多做辛苦的榜样。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，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。